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家己关的消息。105学年度学校家长会会长以及校长联谊活动闹热登场，来自各中小、高中的家长会会长、校长以及家己关家长协会等等，总共有350名的成员聚集伫创新学院。关长张华官议员江梅红就信中到场参与这场教育盛会，并且由张华官颁发感谢状，来感谢各校的家长会会长协助推动学校教育事务，和家己的学子拢会当有优良。学习环境。馆长张华官表示，嘉义县以嘉义囡仔无认输、家教反转真功夫为教育主轴，以便嘉义学童具备品格、英语、认同、亲水甲健康五项基本能力。学校家长会会长是学校甲家长之间重要的桥梁，扮演重要的角色，同时当协助学校伫教育政策推动、和教学以及行政，拢会当发挥上大的绩效甲功能，和学子舒适的学习空间。贫困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们很多学校都是很难得，尤其他弄去霞弄去修好好哈，那个这种情况之下，我想我们的教育团队跟我们的家长会这么用心，我们还是要非常谢谢大家哈。我在这个地方，我同时哦也希望我们在教育中间呢，能够除了学校教育，家庭教育也能够配合学校教育哈。能够教育我们的孩子们要学习尊重大家自由哈，不是家己较自由的好啊，我们也要尊重别人的自由哈。譬如我常常到公共场所去哈，咱若要佚佗，就家己一直佚佗，都忘了说哈，你的声音有时候要小一点，要尊重别人的自由的一个空间。所以教育随时都是在教大家哈。这次联谊活动，张华官特别致敬嘉义县东石乡王义峰作者，以及台北市嘉义同乡会东石联谊会等共同出版的四书五经《读透透》《乡土教材》，和嘉义县各国中小学以及家长会会长、基本校长以及会长重视乡土语言以及台语之美，和嘉义的子弟一旦读到嘉义在地人家己写的教材。最新新闻就来信嘉义县蔡康报道。